天真无任何教母，他是有人终结者的，要有人终结者一部，你是看了你的影片，然后看完之后呢，弗兰克跟我们在讨论，很多，相关知识，然后。叫我们把NSD 拿出来，叫我们好好把他们那个认更新一下，然后叫我们玩那这个东西叫什么 Data Load， 所以呢，今天大概是这样，给大家完毕。